接下来我们为您现场直播的，这是今年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男子单打的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啊，这是一场中国队的内战啊，由林丹对阵陆光祖。比赛开始，林丹率先发球，跃起劈杀对角，这球出界了。林丹的一个下压出界啊，点杀出现失误。陆光祖呢，他呢是2014年全国羽毛球锦标赛男子单打的第五名，当时是。非常年轻的运动员啊，这也是应该说我们需要着重去培养和观察的一位年轻的小将。陆光祖呢，他是1996年出生的啊，然后呢2004年呢进入徐州市羽毛球队。他原来是这个教练呢是郭鑫，4年之后2008年进入江苏省羽毛球队。陆光祖呢，还是就他的打法呢，还是比较非常先进的，就他是那种以进攻为主的那种打法啊。
他是2015年进入到国家队当中，去年。勾对角，林丹挑起来，再反拍放网，这方回放。7-7。带停顿的一个放网啊，推对方反拍一过渡，这林丹已经抓到了他这个回球的线头啊，就等在这儿投一个后场球。这球是出界，因为这个镜头呢没有给到，给不到这个丝线的手势啊。劈杀失误了，11-7啊，第一局的局势。刚才我们已经提到过了，就是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呢，它是在这个常州来举办的啊。就这项赛事呢，其实是给中国的年轻的运动员啊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，让他们能够参加这种高水平的赛事啊，在这里呢能够学习提升自己，能够开阔眼界，获得向强手交流学习的机会，来增加自己的这样的一种见识和能力啊，这个都是非常好的。而且从中国羽毛球队现在这个情况来看，今年里约奥运会，然后呢在4年之后，备战2020年奥运会的时候，那可能就是需要更多的年轻人来涌现出来，来去担纲了。那陈龙是89年的啊，所以打完了里约，然后看看是不是能够再打一届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我们也需要加快我们这个青少年啊，年轻球员的这种培养。球陆光祖失误的比较可惜，我们再看一下啊。这球其实他反拍已经抢到往前这个高点了啊，要勾这个对角。头顶区跃起杀直线，
这球杀在了网袋上啊，但是没有过。好球，好球啊！这球也把林丹骗到了。好球，杀上网啊，网口直接扑，扑了林丹一个追身球，点杀然后扑。哦，看来这球是扑出了界外啊。云南得分了，啊，这个杀球的点杀的不错啊，吃拍手的那个腋下，这球比较难防，确实是。反拍过度，对方头顶区快速的点杀对角。这反拍呢是一个平高球的一个过渡球啊，被这个陆光祖抓到了。好球，陆光祖也是投了一个后场球。界内，这球应该是界内啊。19-14。界外了，这球可惜了。局点。21-14，那这样林丹呢是先胜了第一局，啊，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下。
林丹呢是08年、12年啊两届奥运会男子单打的冠军啊，今年呢，也将会力争啊去里约卫冕他的这个第二次卫冕啊，他这个男子单打的这个冠军头衔，在奥运会上，如果能够成就3连冠的话，那真的是一番伟业。好球，突击。一步跃起啊，突击直线。反拍对角线的一个过渡球，差一点。朱光祖失误了啊！来自徐州，96年出生的运动员啊。打法呢，还是我们看到，就是他跟一般的拉吊型打法不同啊，他是那种进攻型的打法。这个球林丹显得稍微有点准备不足似的啊，就这个发球已经很好的骗了对方啊。这个球推到角落里了，应该是。啊，对不起，这个推球是出界了，啊，推球出界了。球漂亮啊！杀一个中路追身球，然后这个反拍的放网也是带有一个停顿的假动作啊，就看着他以为要推对方的底线，但突然间呢，这个手腕呢往回一收啊。判了一个发球违例，
林丹应该是我们看到应该是第一次啊，后场跃起的这种进攻杀球。陆光祖反拍放网出现失误啊，其实对陆光祖来说呢，就是尽量的还是要减少自己的失误啊，是能够打一些多拍，然后呢向对手呢更多的去学习和请教，把这个比赛呢能够拖住。林丹反拍一个过渡球啊，就是抓了林丹的一个转身啊，反拍过渡球没有过。以不变应万变，双方在这儿。再放，对方把球挑起来，界内。陆光祖呢，在头顶区突击对角得分，跃起的杀球。他这个打法呢，刚才我们介绍过，就他还是进攻的能力比较强、比较凶的。抓了林丹的一个习惯球，这种失误还是要尽量避免。11-7啊，第二局的局数。11-7，比赛继续进行。林丹一个正手的拦吊啊，也是抓到了对方的这个球路。好球，好球啊！抓了的又是林丹的一个转身球。
换发球。这种球确实是失误不应该啊，基本上就是你已经判断准了，而且呢在网口呢已经抢到这个高点了。林丹示意呢要清理一下这个场地，其实刚才林丹有进攻的机会啊。一个鱼跃滚翻，这脚呢可能蹬到了另外一把拍子上，我们再看啊，他另外一把拍子放在那儿，然后呢这个脚转过来以后刚好压到那个拍子柄，结果这把拍子被林丹给压飞起来了。我们看林丹这个拍子应该就是缠的是那种毛巾胶啊。哇，林丹现在就全靠这种节奏的变化、假动作啊！我们看，看着他是要放网，结果哪知道他最后手腕一推，对，但是呢，你看年轻的这个陆光祖呢，就打得直来直去的，他基本上是靠进攻杀球。可惜了啊，15-16，林丹第二局还落后一分，扣一个后场球，正手放网，对方回放，林丹挑起来，对方软压一拍，回放的小球质量很高啊，陆光祖。这球应该是在网带上还蹭了一下，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角度的慢动作啊。质量很高的一个回放短球。林丹呢，他这种就是怎么说呢，他这个变速能力啊确实是很强啊，他前面他一直就慢慢悠悠慢慢悠悠的啊，但是他一旦提速
实你就不好办了。反拍放网，对方起球，林丹看了一下，17平。反拍放网，这球没过去啊，在网带上停了一下，结果没有能够翻过球网。19-17。漂亮啊！又起的一个劈杀，20-17，这样陆光祖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。11-17啊，陆光祖呢胜了第二局啊，在前两局呢双方打成了1-1，我们稍微休息一下。这个球，抢搓啊，但是这球没有打准。拖一个后场，放网，对方回放，林丹再放，扑了。林丹的失误，连续两个失误，正手一个，刚才是反拍的一个。
突击，好的。4-4。界内好球啊！头顶区拉这个对角球啊，质量很高。是接发球接得非常好啊，接发球呢等于弹着林丹一个过顶，林丹很被动，杀球杀上网，这下太狠。好球，跃起来杀一个中路啊，劈杀中路。对角，在林丹头顶区点掉，然后呢，我们看这个反拍勾对角也是抢到一个高点。好球，漂亮。这个对角的正手过渡球啊，质量比较差。7-8，陆光祖还落后一分啊，跃起来杀了一个直线。3号场地将要进行的是男子双打比赛，王毅律、张稳、中国对阵加村健士、原田启悟、日本。裁判员恰图兰卡、斯里兰卡。发球裁判员范海波、中国。还是一个界内球。
决胜局上面双方战成了9-0。陆光祖发球，转球，杀一排中路，把球挑起来，林丹有进攻的机会。啊，这球挑的比较，质量比较差，啊，不够到底线。11-9啊，第三局的局修。林丹把球挑起来，陆光祖有进攻的机会，下压一拍，他自己下压完了以后上来啊，这个连贯自己出现了失误。这个球还是要推挑林丹的头顶区啊，抓林丹这个转身。那这个球自己失误了。界外，跃起杀球，杀上网。这球林丹自己也是觉得，刚才正手这个接杀怎么接了这么一个球啊？这反拍啊，放网确实是质量很高。第一个放网，对方回放，林丹再放，这球擦网而过。四方球控制对方，11-7，对不起，17-10啊，17-10。短球，反拍把球挑起来，跃起杀直线，扑，好的。我们看到陆光祖他这个进攻其实还是挺犀利的，
后场呢杀球球速很快。运气不错，想放网，林丹把球挑起来，软压一拍，抓林丹的反拍过度，啊，失误。这个体能上也有一定的下降。所以这时候进攻的这种准确度啊，包括你这个连贯啊，都会出现一些失误，都会出现一些不到位的情况。再点，21-12，这样林丹呢是胜了决胜局啊，从而以大比分2-1。战胜了小将陆光祖，也进入到了今年中国大师赛的4强当中。稍微休息一下。